陕西的驴。这都长了个猴子吧？对呢。张猴这就是硬，这是两个有四个有，啊，丫头不是四只，哪个吃得干净哪个，哎，你要那头，哦，那蹄子厚是吧？里边好看。外地人还知道抱怨这个啊？把这个绿光光写了我。好了吧，老三，你报的没写，就是我家的来的。我拉妹妹去的。到底我哪里？五四个，五四你自己电视开。老师，要一对吗？要一对，你说多钱？这最要多少？一对两到两牙。啊，用老大是两牙四牙的，22.5，二十二块五，够轻的，够轻的，23.5，两牙四牙的。有了，你有还有没三牙的了？我没有了，反正我给你行车就行了。你要我给你行，不要我给你行。哎。修两个的就修两个，修一个的就修一个，你不修你都给你修了，不能修的就不修，修了别修。你这也不听话，这你们老师，你说鸡巴这，你们这，我带着鸡巴。走了。